放进彩绘的卡口上，然后隐藏图案，边框对准指甲面左右调节。调节好了以后，按 OK 键进行打印。打印的过程中，手指不要移动，打印的过程只需要30秒的时间。打印完成后，我们会看到刚刚涂的保洁胶周围会有很多颜色。那我们首先把保洁胶撕掉。